乌梅菜，乌梅菜，乌梅菜，不溜不溜不溜，空中看啦，空中看，空中看啦，空中看。服务生，我的菜呢？服务生，乌梅菜，我没有菜呀，乌梅菜。先生、小姐们，晚上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招牌菜，金银蛋炒咸菜，里面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C 且蛋白质，能够让你强身健体，养颜美容。请问今天的服务还满意吗？谢谢，那我就先告辞。这么快就你订餐了？那我来上一口。宝贝，你今天有发现我有哪里不一样吗？你的眼睫毛长高了0.3公分。臭直男，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想。三，我知道了。你的胡子短了2公分。哈哈，才帮你打胡子。到底哪里不一样？我知道你今天眼白特别白。自己感受哪里不一样？我觉得世界变得特别闪亮，是不是因为你皮肤反光？没错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吃了金银蛋炒苋菜，皮肤变得那么透亮？因为我现在已经反光了。你皮肤也太好了，服务生，下一道菜，快点。菜是超大鸡。不能差点就道歉，那我就先告诉你。谢谢。嗯，还有一次机会哦，边吃边想。啊，今天是你二姑妈的六姑婆狗狗生日。你太想清楚了，臭直男。啊，今天是我生日吗？不行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有事吧？你让我先冷静看看，我身上你的菜是什么味道？这是海蜇酸辣鸡，太好吃了吧！谢谢先锋，我外出那日，他酸甜皆有，那你他像是我们当时